挺大的。嗯，你看，你看，他跟他的那些什么，他们老板单嘛。那你们在比赛之前有做什么特别的准备吗？上台？每次上感觉做特别准备，我觉得好像就是两个人就是统一就好了。我觉得我们两个人最重要是我跟搭档统一，统一怎么样去统一我们的战术，对，统一我们的战术就好了。对对对，把你们每上台一个，我啊，反正提供的大概两百平方，还有两百平方，把不干净的嘛，什么的，让给大家。有什么就是你们是什么让你们一直保持着都在赛场这个冲劲？没有吧，每一队其实都有吧，他们也保持冲劲，我们也在保持。你们上了场肯定都得这样子嘛，对吧？对对，上就是我觉得认真的对待每一场球。对，就是我们就像要玩游戏一样，因为我说了，我们就是每一场就像玩游戏，一定要闯关在那，闯关就是要。一定要在场地上站得更久一点，对，哪怕我输了，嗯，我可以90分钟输100分钟输，但是我这个游戏体验感一定要足。你那些你干嘛？把他们干的更远，就他妈就干死了，就点不要怎么干，点把他们的什么的那个卡雷纳，然后的那个地方去做，一年，我把你的这个事情。那吧，你要开心，不开心不要，再说再要。好吧。OK， 加点。出来一个问题。好，就是跟因为在场上他们一定，你们今天对战是印尼队嘛？嗯。观众支持印尼队会比较多。嗯。所以观众的那些呐喊声，你们有没有会打散？有没有会干扰还是？没有，其实我觉得给 Dora 加油的。我觉得我们。这我觉得这就是他的主场。不是，我觉得我们已经比了很多年了，但第一年的时候确实是。不适应第一年的，对，现在已经是慢慢适应了。我觉得就是谁第一年过来，应该都哇，还可以有这么热烈的加油声，对，这样就最爽了。对啊，就第一年的时候确实不是，但是后面慢慢已经习惯了。我觉得这种，因为就是这个氛围就是非常好。Tahun pertama memang kurang terbiasa, tapi sekarang kita sudah tahu cara ini nantinya bagaimana, jadi sudah terbiasa. Oke. Okay. Okay.